你有看到吧？这是什么？裂头鼻血。你在看哪？在看什么？没看到吗？有这个，所以才问你这什么啊？妈，麻烦。我们家义勇呢，从小就很怕看医生。啊，没事的，我进去看看啊。好，没事。我们把人家的儿子给打死了，你们这个混蛋！你看得到吗？看到什么？光彦在跟你告白。啊？我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哎。为什么只有我？为什么？可是那警察也看到啊。哇！哎，问你哦，那天晚上你看着他一直说他要完蛋了，他身上有什么？哎喂，跟你妈讲我没有啊。